《极乐世界》是一部在印度电影工业中享有极高声誉的歌舞片。该电影讲述了一对情侣的故事，他们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却在印度电影的世界中相遇相恋，并携手面对种种挑战和困难。该电影以热情洋溢的歌舞场景、华丽夺目的场景和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闻名于世。《极乐世界》的歌舞场景是其最大的特色之一，这些场景充满热情和活力，融合了印度文化和现代流行元素，舞者们优美的舞姿、缤纷的服饰和精美的化妆让观众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美妙和多元性。此外，影片的场景也是其一大亮点。片中的场景多种多样，从热闹的舞蹈场地到富丽堂皇的宫殿，每一个场景都让人印象深刻。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之一是歌舞场景在一周的录制地点孟买的火车站。这个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是一个总是充满了生命和活力的场所。影片在这里的拍摄不仅展现了印度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同时也表现了电影所追求的热情和生命力。最后，电影的故事情节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主角们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感人的瞬间，使观众可以感受到印度电影中独有的浪漫氛围。虽然主角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但他们的坚持、勇气和爱情带领他们克服了所有的困难，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总之，《极乐世界》以其热情的歌舞场景、华丽的场景和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成为了印度电影工业中不可或缺。